延续2021玉玺酒的架构方式，2022虎虎生风玉玺酒20号上午在金门酒厂行政大楼媒体简报室进行公开抽签，由金门县长杨振武协同金酒董事长黄怡凯以及各乡镇长按下启动抽签仪式，由电脑乱数抽出4000名幸运的金门乡亲，金门酒厂亦会同步寄发中签通知单。3 2 1 Go！ 哇哦，正式启动了。继去年玉玺酒首度采用金门县民抽签架构，造成金门县民热烈回响。为了持续振兴金门经济，2022虎虎生风玉玺酒延续此方法来办理，每盒售价为新台币16800元。好，一年一度，每年。年初金酒的盛事啊、哦，就是我们的玉玺酒，没错、哦，就是我们的玉玺酒。虽然一年只有一次，但是值得等待，真的、哦，真的值得等待。我们把这个玉玺酒成功的啊、哦，用我们金酒的工艺，再加上不管是在我们的整个包装设计、品质，还有酒质啊、哦，堆砌出来的、打造出来的这样的一个高端品牌的玉玺酒。的确受到国内消费市场跟酒品市场的认同，那固然呢，在去年一整年，不管在台湾各界很多长辈，或者是很多我很敬重的一些前辈，都一直跟我询问，但是我们真的就是没有玉玺酒，因为限量才是珍贵。金门县长杨振武提到，玉玺酒之所以限量，因为它的确是珍品精品，才能够彰显出这支玉玺酒的价值。感谢金酒公司如此用心的打造，12生肖一轮，代表一个岁月，一个工艺的累积，祝福幸运的乡亲朋友抽中。今年我们还是一样，将6000瓶的玉玺酒，是其中有4000瓶呢，一样是拿出来分享回馈给我们的乡亲，因为有乡亲的支持，金酒才一步一步走到今天。所有台湾的好朋友们注意听了，是明年1月1号开始，1月1号到4月30号，4月30号，只要在全台湾金酒门市消费累积满10000元，是就有机会参加虎年玉玺酒的抽奖，一共有200瓶，也就是所有喜欢金酒的，利用这个时间。买你最爱的金酒，只要在1月1号，明年1月1号到4月30号，是到金酒门市，全台湾金酒门市购买超过10000块，你最爱的金酒、哦，一方面买金酒，一方面还可以抽虎年玉玺酒，总共有200瓶。公开抽签仪式20号上午在金门酒厂进行，由金门县县长杨振武、财政处长孙国志等贵宾一同见证抽签的仪式。